熟悉关闭客服大门。呀，就像那魔法一样，看眼睛好像。今天我们这个环节叫做打开客服大门。你们记不记得在微博上面就是有让你们写一些心愿或者想说的话？怎么声音这么小？多多关注一下我好吗？多多关注一下我。然后我们今天在这里，我就随机的抽三封，然后写的应该是想说的话吧，然后一起来读一下。也不知道这会不会让他社死现场。还是那句话，写短一点，要不然念不长。第一位 ，ID 叫做吃沙拉酱不吃沙拉，在这里吗？真的在啊？是你吗？幸运哦，好，你的名字叫吃沙拉酱不吃沙拉，吃沙拉酱不吃沙拉。然后他留了言，我看看有没有锦鲤姐妹抢到音乐节或者演唱会的票了吗？能不能帮我带个 ID， 帮我带个 ID， 这么诚实。然后你发完这条之后，你在现场，我只有四个字送给你：做个人吧。我也一样能够感受到大家的喜欢，因为每次看见大家的支持，我真的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有好多好多次我感觉都不够这一个词感动。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都在，谢谢沙拉酱。哎，看来小小的有的时候说一些心里话是非常有用的。你好，很开心看到你。然后我们今天的第二位，这刚错了这个票，是绿色的，是蓝色的，抽个紫色吧。下面怎么又有那么多的陀螺都在说抽我？能不能当个人来？这一位叫深记忆歌剧院，深歌歌剧院在吗？又是你，你有多少个微博小号？所以刚才那个沙拉酱不在里面，沙拉酱在吗？深歌歌剧院在吗？好，他写的是，哇塞，叫你写短一点，写那么长。深歌喜欢你四年了，哦，谢谢谢谢谢谢。广州的场等着你四年了，感觉我也跟着你一直在进步。哦，这里有广州的朋友啊，有北京的朋友吗？敲我这张嘴哟，这可是北京场。四年了，感觉我也跟着你一直在进步。四年了，从好奇感兴趣去搜索，到战战兢兢参加米子活动，最后参与线上演唱会专场等等，社恐变得没有那么社恐了，脾气也变得温和了。脾气温和应该不是从我这学的吧？脾气也变得温和了，到哪一行啊？哦，这个太长了，这位朋友，歌剧院。每天都要看着你，好似一个开心果，好朋友一样。多谢你选择了唱歌，多谢你的性格让我们觉得开心欢乐，多谢你的待人接物教会我们可以有牙齿的温柔，多谢你的坚持，多谢你的声音陪伴着我们每一天。你在这里写这么感动吗？有点长，我在这念得有点尴尬。多谢你每次用心的微博回复，虽然还没有收到过。这个回复应该非常的实际了吧。哎，那未来希望有我的前排回复，希望有演唱会门票。深歌你一直唱，我们一直都在。哇，谢谢谢谢。今天没有看到吗？我来确认一下，你不要冒充。深歌歌剧院在现场吗？感情淡了，还是这样。好，那就抽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啊，颜色。好的，谢谢各位陀螺们，我现在先抽这个，抽个红一点吧，红一点。哦，他的名字叫支持 Charlie 的阿宅一枚。又是你，无语。你先把手放下来。支持的阿宅一枚在不在？学坏真的只要三分钟，好了。然后他说的是喜欢周深以及一起。
1292天了，原来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相信未来总会有一天能见面，想说说《璀璨冒险人》这首歌在我高考前发的，说实话当时真的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是这首歌拉了我一把，特别是那一句没有人没有人能决定谁的一生应该怎么活，人能够定义谁的天空，是什么颜色，让我明白未来有无限可能，高考也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勇敢去追梦吧，我们一起加油，我们都是光芒。不过还是要感谢遇见了周深，他成为了我的光，谢谢，陪伴了我的高中三年，度过了非常努力的三年，谢谢你阿宅一枚，谢谢，这是小李的阿宅一枚，谢谢。我现在也无法确定你在不在现场，总之无论在不在都谢谢你们的一份支持，我都深深感谢你，谢谢。喂，我前面还有朋友啊 ，Hello， 嗨，不好意思，我这两天放过去，谢谢。毕竟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场地，没有什么，上面还有朋友，上面朋友你们好，中间的朋友你们好，我们这边的这个叫什么呢？下面的吗？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可以喝一口水吗？好，那这首歌前面都是比较古风的嘛，后面也会比较现代一点，这首歌我觉得你们应该会唱哦，来听听什么歌曲吧。好多人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如果没有你们会觉得哇一万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大的数字，但是谢谢你们会让我觉得一万这个数字原来有人在，谢谢你们，谢谢谢谢。其实我之前也有过巡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今天这一场更像是我的第一次这样的一个演唱会，然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没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男孩子，可以走在舞台上给大家唱歌，去追逐自己的梦想，但也真的是因为你们的光照在我的身上，所以今天这场演唱会叫做深深感谢，谢谢你们听过我，谢谢你们愿意在那么多人当中找到那个我，甚至是找到那个不太起眼的我，也谢谢你们能够选择我，然后也谢谢你们在是卡布的时候或是周深的时候你们都在，谢谢你们，我都有听到，我都有看到，所以深深感谢你，谢谢。什么？那看来下次你要练一下你的声乐，我现在暂时听不清。好，那接下来之前说的是卡布，那么周深是谁呢？周深他第一次亮相的是什么样子？我们在一起回望一下，那个周深他现在还敢不敢站在大家面前给大家唱歌呢？我干干净净的在台上唱歌，还是会起鸡皮疙瘩。卡布所在阴真天籁，我感觉已经看到那个字了，嗯，我感觉已经看到那个字，不是已经看到那个字了吗？认识你的时候我12岁，你填满了我整个青春。那你现在多大呀？是最起码都已经21了吧。自卑否定自己的小男孩终究还是长大。哎，那不得还是得长大吗？这是我第一次过7月25，我可以大胆地说我是生迷，我相信周深，也感谢相遇，谢谢。我有个愿望，我长大了要给深深写一首歌哦，快快读过来，很需要，把歌交来。我心动的女生啊，她喜欢周深，好，
所以听了张专辑，觉得周深真的非常厉害，直接一口气买了两张。哦，那你有告诉他吗？你有告诉这个星座女神吗？那你们最后的故事有继续发展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很期待啊。深深呀，感觉时间好快，宅家不上学的时候听到了这首歌，望着阳光满满的洒进窗户，好像一切都还好，一切都会好。你的歌声就像这一缕阳光一样照在我心灵里，不经意就长满了向日葵。哇，好有画面感。所以是哪首歌？向公而行的一首。你这首歌啊，就像个老朋友，让我时常过来听听，然后不自觉就想和你谈谈近况。想告诉你，手机真的好难耍，一听就是我们川渝那个地方。身边的书都看完了，毕业找工作真的很不容易。还有我真的很难过，希望你过得更好一些，工作别太累，深深。读到这条稍微有点复杂，就每次看大家评论的时候，我看到像类似说我真的很难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会去被传递到你的情绪，就希望自己可以去伸手帮一下你，但是很多时候也知道自己可能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至少无论如何，我都会用我的歌声的形式陪着你活下去。你身边也有很多比你想的更多的人都爱你，都会陪你的，加油。面对夸赞，深深总是害羞，总是说我只是一个唱歌的。谢谢你们喜欢听我唱歌，但是他不知道有多少人被他的歌声照亮，因为他的歌声而更爱这个世界。那一句谢谢你选择唱歌不是客套。也谢谢你们听到我，应该说是你们把我变成了一个英雄。你们总是说我在你们需要的时候拉你们一把，我应该说是谢谢你们让我去成为了这样一个英雄。你们也千万不要忘记，你们也是无数次把我拉起来，给我力量，把我放低了自己，然后把我举托起来的那个英雄。所以只想说这一句，谢谢你。阿布，你看到了吗？现在的你可能外面的我说呢，心中很多啊，怎么这两个只给我擦眼泪？就我心里在唱《花开忘忧》的时候，我就已经脑海中过了非常非常多画面，已经在疯狂地憋住那个劲儿。因为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要在地打拼，或者是在外面读书，我们有很多的思念或者是很多的爱没有办法去表达，但是我觉得任何时候开始都来得及，好吗？答应我，那你们一定也要好好的爱自己，一定要让自己成为那个自己喜欢的那个自己，加油好吗？跟我说加油，3、2、1，谢谢你。那我们其实还有一首歌，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首歌的时间里去感谢你们心中很多非常想说的感谢的话，但是我们更要感谢的是很多人就是为我们的相遇去创造了很多很多的
做了很多的事情去为我们的相遇保驾护航，然后也要非常非常感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非常感谢北京市海淀区文化旅游局、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大声一点！感谢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感谢 TME Live 腾讯音乐超现场，感谢周深工作室的小伙伴们，感谢北京时代立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感谢我们的场地方凯迪拉克中心，也感谢我们大惊小怪导演工作室，感谢我们的音乐总监郑楠老师，然后感谢我们今天台上所有的乐手老师们，我们和声老师们，还有我刚才的跳舞的舞团Don't stop, make it fun。感谢我们的舞团 SDT Show Pro， 感谢 Show Pro， 感谢我们的视觉制作，感谢挥动力创意视觉，感谢我们的 VCR 制作汉星文化传媒，也感谢我们的音响团队 Max Team， 感谢我们的灯光团队上海台听文化传媒工作室。导播团队北京赛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议题统筹北京杨门匠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及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感谢我们的音乐推广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感谢我们首席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宣发合作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微博演出、新浪演出，感谢揽胜极光 L， 感谢高德打车的特别支持，当然最最最要感谢的是每一个来到的你们，谢谢你们。那我们来拍个合影吧，大家坐好坐好，我们好不容易走到这步，咱们演唱会也是有动作的。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陪我走过了非常多的舞台，有从就是我们从 Live House 到现在，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感激每一个脚印。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周深一夜之间被听到，但是谢谢在这所谓的一夜当中的每一天、每一秒、每一分钟、每一个小时都有你在，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可以的，相信他。老师可以把观众的灯那边打得更亮一点吗？谢谢。呜呼！我们来了，先中间，3、2、1。好，这边呢？可以在这首歌的时间里去给你自己非常在意的人，然后很久不见的朋友，或者是你非常想表达的那份思念，去发个微信或者发一个任何一个消息都可以。这首歌叫做《我只在乎你》。